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是南武林的故事。在那云雾弥漫的地方，流传着许多未知真假的神秘故事，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无疑是魔王的巨船。巨船？在某些电闪雷鸣的雨夜，有人曾见到一艘巨船自空中划过，巨船所经之地必有血光之灾。这难道不是巧合吗？但组织不这样想。组织？那个无人知晓、无处不在的组织？无人知晓、无处不在，甚至战胜，但这次他们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。就连组织最出色的人石是鱼眼玄玉也一去不返。那组织岂不是束手无策？玄玉最后一封飞鸽传书证实了魔王巨船的存在。组织的首领知道这个魔王巨船的传说之下一定隐藏着极其巨大、极其恐怖的事，他们下决心要铲除这个迷雾中的神秘势力。那么他们出动了多少人呢？两个人。玄玉最后一次与组织接头便是在此地。此地乃是落叶集之外围，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氛。原计划在此地与左上接头后再行动，他怎么还没到？前方有杀气，看来我要先行一步。这座桥好像之前有人将它降了下来。这弱不禁风的小子，
我居然先到了。稍后再返回此地。
界湖恋战，我们返回紫玄湖后山。